首先我想恭喜我们的团队，在这个今天取得第一时间取得了奥运会的奖券，这也是我们的目标啊。这一个月以来呢，就是我们的训练还是比较严格的。妈妈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其实今天昨天张常没有上场，然后今天他表现特别好。我们就是留着今天上场。只是进入中心的第一步，那我们将还会遇到非常非常大的强度啊，需要我们在实力、整体实力和个人技术方面要不断的提高。